真的，还有看你要求我们喝什么。好，可以啊。那今天的好礼购拜节的活动，我们现在非常感谢我们的好礼协会这边精心的筹办哦，把台中市的好礼铺在今天呈现在大家的面前哦。那以好礼协会的话，是集结台中市目前所有在地的厂商。那这些厂商呢，第一个条件就是要有得奖过的厂商。目前大概有约落80几间的厂商在协会内部，是，这个都是我们的在地品牌，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可以，趁今天多多来支持。那我觉得非常方便，非常好用。我们可以卖多一点的东西，卖大的东西哦。那他说没有问题，这个都可以随时客制化，所以我觉得是未来一个趋势啦。台中好礼标章，台中好礼协会是我们台中最优质的产品店家，也欢迎大家来台中，好吃好买好玩，大家一起来台中。我们特色就是以纯水果、新鲜水果下去做的冰棒，不加香精、香料，不加水，好吃、健康、无麸。之外呢，我们每一支冰棒都是以水果搭配水果的方式去提升它的层次感。在没有压力的状况底下，可以自己选择自己的喜欢的礼盒。我们的制作过程全部都是手工制造，比一般要多3到5倍的打花时间，因为奶油经过打花之后，它会口感会比较那个绵密，一般的手工饼干在外面我们吃起来之后，它会有一点面糊感。那我们的手工饼干最大的特点，就吃下来之后，它慢慢的融化，而且融在嘴里，甜在心里。恭喜！